兄弟姐妹们，大海又退潮了，走，今天带你们去钓海疯子。看到没，这些人已经早早来到海边了，走，咱们也去钓。你们看啊，这种圆眼啊，这就是海疯子的洞啊，看到没。我们多挖点啊，这样就能多下一些杆儿。我们开始下杆儿，看，啊，这些眼儿都是啊，啊，这个它动了啊，看到没？动了，动了就说明有了啊，准备下毛笔啊。要跑啊！哎，我哥断了这个。你们看哈，这杆也动了哈。我们刚才那个没整好，咱们整这个。看到没？我去啊，啊！这个大宝，给个红心鼓励一下啊！哈哈，这么大个芦荟虾，你们吃过没有啊？